Magic Box。各位大哥哥、大姐姐们，你们好吗？你们知道吗？自从奶奶生病之后，我每天都希望自己赶快长大，因为长大后我想要当一个很厉害的医生，把我奶奶像奶奶一样生病的人都给医好。If I am a doctor, I will try my best to cure her illness. 没错，如果我是个医生，我就会用尽全力把奶奶的病给治好。当然，我现在还做不到嘛，都是如果而已啊。If 如果的条件句啊，其实分成很多种哦，表达的意思也都不太一样。简单来说，分为四种。第一种呢，就是在没有任何的条件情况下，纯粹啊去描述一个习惯啊，一个事实。例如说 ，If I am hungry, I eat。哎，这时候的 if 子句和后面的主要子句皆为现在简单式哦。如果我饿了，哎，那我就吃东西啊，这是理所当然的吧？那再来这种呢？哎，我刚刚说的 ，If I am a doctor, I will try my best to cure her illness。哎，这属于是第一类的条件句哦，表示啊未来的可能性，而且啊真的哦在将来可能会实现的情况。这时候呢 if 的子句是现在简单式，那后面的主要子句呢我们就会用未来式来呈现哦。哎，大家不要小看我啊，我相信只要我认真努力，哎，往这个方向前进，当然当一名医生不是不可能的哦。好啦，那第二类条件句是什么呢？表示啊与现在事实是相反的一个假设，而且呢是未来不太可能会发生的。举例来说好了，这就要讲到我上次呢来找奶奶的可怕经验了。她竟然被大野狼给吞进肚子里面了，哎，还好奶奶非常的勇敢，从大野狼肚子里出来之后是没事的。If I were grandma, I wouldn't be so brave. 如果啊我是奶奶的话，我一定没有办法这么的勇敢。哎，当然我不是奶奶嘛。所以呢这个是与事实相反的，这时候啊我们就用刚刚说的第二类的条件句， if 子句呢为过去简单式，那后面的主要子句就会用 would, could, might 加上原形动词来呈现哦。那最后一种第三类条件句就比较特别一点啦，使用第三类条件句呢通常啊就表示 if 子句里面说的这个事件其实没有发生，因此呢造成主要子句所说的 A 是没有办法实现的。有些那种后悔过去如果怎么样今天会不会有不同结局这种感觉。我举例来说好了， If I had arrived at grandma's house earlier,The wolf wouldn't have eaten her. 哎，如果我当初早一点到奶奶家，大野狼啊就不会把奶奶给吃掉了。特别注意啊 ，if 的子句是过去完成式哦，那后面这个主要子句则是 would, could, might 加上现在完成式哦。还好啊，最后奶奶是没事的。好啦，以上几种条件句，各位大大们赶快试试看吧。